最近找了一块这种落地料，纹理流，满身都是菩萨鱼纹，感觉特别的难得，想好好设计一下。根据这块料的纹理，我感觉特别的像龙，或者说和龙比较接近的纹理。于是呢，我就设计一个龙试试看。首先，我先把多余的地方全部给去掉。往往这种纹理料不可预见性太多了，所以我用角磨机啊，先把它的表皮擦一擦，看看哪些地方有缺陷，怎样去设计。还好找到了两处缺陷，但是不影响我这个龙头的雕刻。手机支架有点毛病，所以说可能视频这次传的不是特别完整，尽可能给大家看得清楚。角磨机去掉黑线部分，然后我就给这个龙打了一个胚。这个龙形是出来了，但是龙身子出不来，我考虑比较多。如果在下面出身子还是比较好看的，但是很容易破坏这个料的纹理，料的纹理没有了，就失去这块料的意义了感觉。所以我就想啊，多留一点纹理，根据龙的身子啊，我就把这个龙头啊往外再突出一部分，然后呢我就开始把这个纹理尽可能的多保留。我和别其他时候雕刻不一样了，我就是先雕的这个纹理的地方，把它保留的地方先保留，然后根据保留的地方我再来设计这个身子的走。纹理料不可预见的地方特别多，所以说我也是留着有分寸去雕刻的，尽可能不去造成不可避免的麻烦。把纹理保留住以后，我就开始做龙的身子，基本上打型已经出来了。因为手机支架没有了，所以说拍摄的不是特别完整。大型出来以后，下一个环节就比较重要了，就是怎样把这个纹理给表现出来。我采用的方法是喷水，然后用小磨片一点一点的顺着纹理把它给做出来。不能太重，太重了就破坏它的表皮了，也不能太轻，太轻了纹理没有出来。最后稍微喷一点水，拿砂纸一点一点找它的纹理，顺着纹理一点点去做，这样看着比较清晰，纹理留的也比较完整。这基本上就做完了，可能大家感觉没有纹理了，那我们就给它上一点蜂蜡，这种天然的蜂蜡，用电烤枪往上给涂一涂。电烤枪的温度还是比较热的，尽可能离手远一点，特别的烫。我们烫这一层啊就不打磨了，我想做完底座以后再给它完整的重新打磨。雕刻部分不用烫蜡了，就是随着它自然的这个油性啊挥发呀就可以了。我们拿去配一下底座，重新打磨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天然的菩萨云纹加上精工雕刻和打磨，这块龙的作品也就出来了。正赶国庆节，祝福大家国庆愉快，感谢大家对大纲的支持，感谢大家。